想要御夫，快去拜这尊神明，让老公不要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可以向哪一尊神明祈求御夫鞋？城隍夫人，城隍爷，因为他是官阶。那土地公是里长，土地公是里长，这个邻里的事情应该就是土地婆来负责。民间传说土地婆比较恰一点，土地公怕老婆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很怕得罪土地婆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